我们说接下来这个异常要讲清楚，所以下一篇是论果，这一篇特别重要啊。那我们开始来直接就进入内容吧。四，论果，果指疾病症状以及异常的形态与指数，其因皆由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。至于西医病名及病因，不过是具果的不同特征加以命名，已含在果中，不再另列。早上我们在调音篇的时候，也都有提到了，啊，这个异常还有疾病，他们都是属果，因也是一样，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。那至于西医的分的病名，我们要不要在乎啊？早上已经提了，不用在乎。他们判断的啊，这个病好不好治啊？对我们有没有意义？也没有意义啊，那也只是不同的果而已。那不同的果，在我们的看法，它的因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体伤跟热能不足。所以这个就不用特别再强调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介绍下一个疾病的物。有疾病必有症状，症状可感可见，是疾病之具体表征。而疾病则是所有症状的抽象代名词。症状可再细分为症与状，其中症指不适感，包括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；状指体表组织受损，而症与状同异常一样，都不会产生其他症状。历来的习惯，不论是症或状，都一概统称为症状，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。至于身体的异常，则指目视手触可辨，但还未达到组织受损程度的非正常形态，以及仪器检测出来的偏离正常的形态与指数。它们既非症也非状，也不会导致其他症状，故非疾病，亦与疾病无因果关系。好，我们一般都说症状症状，事实上在细分的时候，症跟状是不一样的表述。那为什么要有不一样的表述？第一个，这样容易区分什么？它最主要疾病的来源，疾病的来源就是到底是属他处体伤还是本处体伤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至于异常这个东西跟状的组织受损，常常人家会搞混，其实也很容易分得清楚了。第一个，我说脸皮皱是老还是病啊？老嘛。但是当我这个老皮破了一个洞，流血了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状。所以异常它不一定有达到状的组织受损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它在体表还是容易分清楚的。好，那大概这一段讲的就是在介绍这些，我们进一步再把症状讲清楚。好，看下一段。症状多属他处体伤所致症的不适感，如疼痛、酸、麻、痒、胀、闷、刺、晕、口苦、灼热、潮热、下坠感，或属他处或属本处体伤所致症的功能紊乱，其不适感的表现更具体，如失眠、烦躁、食不下、发烧、气喘、多汗、流鼻涕、近视、耳鸣、耳聋、耳流脓、口眼歪斜、咳嗽、呕吐、腹泻、便秘、小便困难、白带、抽筋、板机指。多属本处体伤所致症的体力虚弱，可显示出生命的脆弱或危险，如行动迟缓无力、异常疲惫、瘫痪、肌肉萎缩、声音微弱、面无光泽、肢体冰冷、怕冷、发抖、水肿等之类。症的体伤位置分类仅供参考，并不绝对，其准确位置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，使病症改善与否，才能确认为他处或本处，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。好，这里
把症都说得很清楚了。症有分三类，事上第一类的不适感跟第二类很难区分，都是还是不适感。你说功能混乱吗？呕吐、咳嗽、气喘这一类，他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？还是有嘛，只是他表现得更具体而已。所以我们把它进一步再区分为症的功能混乱，但还是属于症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要简单，就是症的不适感，还有包括功能混乱。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这样写。那如果要把它再细分，哎，确实还是可以分到哎不适感，还有更具体的什么功能混乱。那到了症的体力虚弱，哎，这个就比较影响到什么热人喽，因为到症的体力虚弱，我们病因里面有讲，只要这些病症一出现，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先怎么样？按推还是先温敷？哎，先温敷，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可见到第三项的时候，这些症就要特别小心了。那症的分类，因为它很难区分，有时候很难区分，所以我们也尽量把像体力虚弱这一方面，我们为什么把它归类？比如说水肿就好，跟肿起来，一般的肿为什么会有区分？一般的肿痛不会死人啊，但水肿会不会死人？会，所以我们把它归到症的体力虚弱。那这个体力虚弱，它有生命的什么脆弱跟危险性在，所以就是这样把它划分。所以在划分里面也花了很多时间，去把它做区分，让大家更容易看出，哎，这个到底是属于他处或本处。那这样分对你们在指导，就是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就会有帮助。比如说明明疼痛，那每次你揉下来都没有效，然后都跟患者讲，哎呀，这个都是本处体伤，不是我技术不行。这个就了解了，哎，每个遇到你都属本处体伤。而我们说第一项症的不适感多属什么？他处体伤，那显然是谁有问题？病人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？你有问题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出来。我早期就教了很多学生，每一次来症的不适感，这里痛那里痛，但是他们揉不出来，都说老师那个都是属本处体伤，老师你要不要看一看？我就奇怪，今天怎么症会那么多的本处体伤？你看我一场演讲，每次叫你们随便上来啊，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，我随便做都可以做出来，那遇到你们都是本处了，所以我就做。我有一次我去河南演讲就是这样，他们三个辅导员来跟我讲，老师我那个揉的不是我不行，是他们那些都是本处体伤，然后他们一直要找你。我说好吧，那既然这么多本处体伤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三个都叫进来，结果揉完每个都有效，可见是什么的问题？不是法有问题，你们有问题。那这一个分类就是有指导的意义。你看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，那为什么有那么多本处？就知道，哎呀，你可能还要再加强手法的训练了。所以分类有它的意义，但不是绝对性，它没有那么准确。所以这个判断如果要准，你的手法如果到位又观念准确的时候，那这样判断就很精准了。这个揉起来每个哎多属他处，你一揉就知道，哇，每个都有效，只有极少数。那我揉的手法已经够精准了，那你也可以确定别人做也是一样本处体伤。那我们是一路这样做下来，第一个这样的归类有一个好处，你们看到之后，哎，是症的体力虚弱呢，还是症的不适感呢，还是功能混乱？那这样看大概它会属于他处还是本处。那至于他处本处定位下来，对你们在治疗上有没有帮助？有啊，本处就是要先温敷，还有喝姜汤啊，才能按推啊。那如果不适感，那你就可以做了，但是不适感还要注意哦，它的发作怎么样？时间如果很频繁或持久，还是要怎么样？先温敷后按推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下面的状。属本处体伤所致状的体表组织受损，主要包括伤口、
及皮肤病，如外伤、肿胀、破皮、出血、目赤、口疮、疔疮、溃烂、烫伤、化学毒液灼伤、青春痘、牛皮癣、肝癣、红疹、褥疮。好，我问各位，壮药要不要去按推才能分辨出来？不用，用什么就可以分辨？用眼睛目视就可以了，所以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分几类了，因为他一看，不管是伤口或皮肤病，你一看，反正这个就是体表的状的组织受损，那这些一定是要重用内外热眼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皮肤病我治好那么多，什么牛皮癣、肝癣，有没有过异位性皮肤炎、过敏这一类，为什么那么神速？因为我们知道皮肤病是状，状一定是重用什么内外热炎，所以我们会叫患者要加强运动、体力的锻炼啊，那这样到位之后，很多病自然它就修复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把最后一段也念完。这里将症与状分开，除了有助于辨别两者的体伤位置，另一目的即是为了指出状消失后，症未必能解除；反过来，症解除后，状也未必会消失。譬如肿痛，常见有肿消而痛仍在，或痛消而肿依旧的现象，即可证明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，其间并无因果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要把症跟状分开有两层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呀？分出体伤的位置，有没有？状一定多属本处体伤，那症呢？多属他处体伤。那 这个对治疗我说是有意义的，所以这是第一层意义。第二层意义要让大家了解，因为以前症跟状没有分，那症状肿痛以为就是一个症状，那现在知道肿痛是怎么样，一个是症哦，一个是状哦，所以有两个症状哦，因为一个症古代也称为症状，一个状也状的体表组织受损，古代也称为什么症状，它是不分的。那这样两个症状刚好碰巧在一起，它就会怎么样，认为一个症状。那认为一个症状就不知道，它的症的不适感按推就可以解决了，那状要怎么样，内外热源啊。所以处理像是着重点不大一样。那这个我说过，这个如果不分开，医学很难再进步。那中医这里有没有分得很清楚？或西没有哦。比如我早上提的鸡眼就好，鸡眼他走路很痛，我相信很多医师啊，不止民众，以为鸡眼就是踩了鸡眼，鸡眼在痛，有没有？那事实上鸡眼会不会痛？不会啊。如果会痛，你看我们第一个揉完之后他痛就不见了，然后后面八天都是在处理他的鸡眼，对不对？一直在温敷啊，这些内热源啊。那很显然揉了不痛，那这个鸡眼还在。如果痛是由鸡眼引起，那你揉完它会改善吗？因为鸡眼没有消失嘛，那这个脚底还是痛啊。但问题揉完就不痛了，可见鸡眼还在，痛不见了，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这样讲你们理解吗？理解哦。那这样就很快看出西医的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常常说运动扭伤之后会红肿痛，有没有？红肿热痛的时候，西医说24小时内冰敷，这个存在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痛会不会生出肿？不会。肿会不会生出一个痛来？不会。所以肿痛虽然都在脚踝，但是实际上它有怎么样，两个症状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症，一个是什么？状，状的体表组织受损。那以我们来看，那脚踝扭伤，脚踝痛要揉哪里？屁股。屁股揉完痛可以缓解，那肿还在啊。那肿这时候应该怎么样？是冰敷还是温敷？温敷。那这一下子不就西医的招数都被拆穿了吗？他的理论完全破解了吗？
那这样说来，肿痛的时候是要冰敷还是温敷？温敷嘛，我们很多肿或是撞的组织受损都温敷都有效啊，没有一个是冰敷的嘛。那这样完全就理解啊，为什么西医会犯了这么错？然后他们西医也认为肿会痛，所以常常说肿痛肿痛，他们认为肿会生痛或痛，就是因为肿引起的，就在这里混淆不清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分清了，对医学的厘清帮助大不大？而且不知道，这一下子分清之后，很多东西都无所遁形了。那我们把症与状这样分开，你看鸡眼，我们在治疗心里有没有个底了？就有个底了。一个症很容易处理嘛，那状需要时间怎么样来修复嘛？所以这样的在临床上常常遇见，刚好一个症跟一个状同时发生在一处的。很多很多青春痘案例，症状会不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来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这里有没有青春痘又加上痒的？有没有？有一种。真的？那你痒不痒？你现在痛是吗？太好了，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证实，你现在哪里痛？那为什么它会痛？你去挤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看，轻轻的捏它就会痛，对不对？他认为他刚好有一粒也在痛，那我们来做做看，好不好？马上做。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，那么揉完会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不会好，因为它痘痘有没有消？不可能立即消的，有没有？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这里痛了。哦，好。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好，那来，你慢慢起来看看。好，你再捏捏看，那个感觉。好八成了哦。脖子肿案例，你肿在哪里？这里是吗？好，那你觉得这里肿又痛吗？好，整骨下缘，我看看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你忍得住吗？还可以吗？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，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哦。尤其这一点，它这里哈、哦、最痛的点是这一点，你看。我轻轻一碰，有没有？它就开始叫了。你现在再摸摸吼，你刚刚说的肿这里，它还痛不痛？啊？不痛了哈、哦。踝肿案例，有没有看得出来又肿又痛的？有是吗？你哪里肿痛啊？肿到这里，肿到这里。到这里来，因为它、啊、这里也肿嘛，哈、哦，这里我看你，这边全部都肿，现在还在痛。痛哪里？现在是我走路还会一拐一拐，就最痛的是这边跟这边。这两点是吗？这两点最痛。这边还在肿。那我们现在来做，好不好？痛不痛？还好。还好哈、哦，啊，这里呢？哦，这里也比较好，那表示这里比较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帮他舒缓一下。好，那你再走一走看看，那个感觉，你跟大家讲一下。原来这边是很紧，然后现在比较松了，比较柔柔，痛也减轻了。痛也减轻了哈。揉完青春痘依旧，肿依旧。脚踝肿也在，但是他们的症有没有改善？症都改善了，可见这个状会不会引起症？不会嘛，跟这个无关的，它是不同的体伤来源，只是这些症或状刚好在同一处而已，但有不同体伤哦。好，那这样让我们进一步理清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那
这样在应用上，包括皮肤病就很好应用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皮肤病的湿疹案例。湿疹案例，随时都在痒，对不对？是是，随时哈，随时。你现在痒不痒？也是痒。你现在痒不痒？他会不会讲？他听懂我的意思吗？A little, 我听得懂，一点点，我就英文只会 a little， 是刚刚讲到我那一句话，好，所以我听得懂。好，那我问一下哈，他现在哪里最痒？四肢有没有在痒的地方？现在，四肢，你，哦，这里也很痒是吗？所以你正在抓，还好。好，在这里哈，我只能说，我先，你现在痒的部位指给我看，现在正在痒的部位。现在痒，哦，这里正在痒，是吗？好，这里哈，确定哈，好，那你看他已经抓到怎么样破皮了，这个都是怎么样，哪里痛抓哪里，哪里痒也是抓哪里，他抓对了还是抓错了？抓错了，他没有学原始点。你看到痒的地方是不能抓的，好，那你坐过来，你坐到这里，这里呢？啊，这里最痛，好。好，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刚刚痒的地方，还痒不痒 ？Are you still itching? No, no more itching. So now, I would say.You can't see it now, but my legs is almost all gone, and my feet and my body is like 98% all gone, and my hands are about 95, my legs are about 90, so it's slowly getting better, and it's really helpful. 那我身上现在已经极大改善，那像我的，那你们看不到啊，但是我的腿基本90%都已经痊愈了，恢复正常。那身上呢，有98%以上，那至于手呢，有95%都已经痊愈了。前后比对，2013年6月。2015年1月。好，所以症很容易解决，但状需要怎么样长时间的修复，那是要必须要内外热炎。那一般人以为，哎呀，这个起疹子一定是疹子引起痒，有没有？一般人我相信，如果没有我讲，一定都是这样认为。那我已经证实给你们看，起疹子会不会痒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那个痒跟起疹子是无关的，因为两个根本是不同的开关嘛。那我如果不这么讲，谁会知道？那一路坐下来，终于确定。好，那我们早上也提到骨折的问题，有没有？啊，骨折，我说如果裂开，我们是推荐给西医还是我们自己用？哦，自己用哦，这个我早上已经说了。那我说我们用的会比较快，好哦。我们现在也是来看第一个儿童的手骨裂的案例。手骨裂案例，好，他是摔断，他可能跌倒，手去撑地上，然后就撞伤了，所以他现在都有裂了，需要打。如果照你刚刚讲的，只是有一些裂，但没有好掉的话，那我认为事实上根本不用打石膏，这个太重了。啊，你会不会痛？哪里痛？你现在痛？这里在痛吗？这样子。他现在这里痛，是因为这里引起的，总不会生痛。等于从这一点一直痛下来，那这一点是这里的，所以我按这里，它这个痛就发生。那这里的痛，我要按这里，这个叫肩部延伸，它撑下来的时候，这里也伤到。那你看，你们一直在注意它的患处，事实上它伤到了这些都没有。来，我们再来试试看。
你再用大力点，会不会痛？有没有？啊，这一个前后几天啊，21天，而且他手肘骨折的地方有没有痛？又肿又痛，有没有？然后往上也痛，包括肘骨那里也痛哦。所以我处理有两个部位，一个是什么？肘部原始点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肩部原始点。那我做完的时候再叫他按，痛不痛？都不痛。那代表骨折会不会痛？如果会痛，他现在还是骨折的状态啊，应该继续痛啊。那为什么不痛？因为他是他出来的，这个当然也有本处的，但按完才能知道。那这个我按完，我就确定他是他出的啊，所以他那个肿跟他的痛是完全无关的。那这样就让他安心之后，我也叫他不要再用石膏太重，那他也听我的啊。那我说只要不碰撞就可以好，好，这是一例哈。那我们再来看老人家，一个老人家也是手骨折的时候案例。手骨折案例，缘起2015年7月20号上午约10点左右，87岁的母亲站在小板凳上，踮脚尖伸手取高处物品，一个重心不稳，双脚踩空，身子突然往右前方跌下，右手掌不自主地往地板上用力一撑，导致右手腕骨头断裂，扭曲变形，马上疼痛难当，整只手动弹不得，于是立刻去挂急诊。我们私底下就已决定不开刀了。医生的处理，用固定器材石膏固定母亲下手臂到掌心和指头，这部分我们是同意的。医师也开了3天的镇痛剂及筋骨损伤2种药，并嘱咐我们3天后回诊，但我们既没用药也没回诊。当天下午从医院回到家以后，马上以姜粉泡温开水让母亲喝下，接着以红豆袋及暖暖包从肩胛肛以下到手臂手指头尽量给予覆盖，即使有一部分隔着石膏也都密集地进行长时间温敷。接着按推肩部原始点以及肘部原始点，同时也按推头部颈部上背部和肩胛旁内侧，大量温敷加上适度的按推，让母亲心胸舒畅，疼痛明显舒缓，当天晚上得以有好的睡眠，有利于恢复好的体力和精神。第二天7月21号早上，母亲一起床，我们就帮她进行安推，仍给予红豆袋温敷，并让她喝姜汤，4两生姜以12碗水熬4碗，分2天喝。这天他的手虽然还是肿得发亮，尤其手腕和手背处，但母亲说疼痛已减轻很多。3餐饭菜尽量采取淡味及姜味，坚持温热性，暂时当然不能吃任何水果，并让他多走路作为运动。感想，这个案例属于本处体伤，又是老年人骨折，修复期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但从7月20日至8月9日期间只有约3星期左右。前后比对，2015年7月20日、2015年7月22日、2015年8月9日，母亲的手从一开始的疼痛、肿胀、动弹不得，到可以捻佛珠、吃饭、洗澡，将近90岁的老人修复力这么强，实在令人惊讶。
老人家几天恢复啊？有些吧，也是21天。他上面没有写吗？有哈、哦，对啊，也是前后21天。你看这个修复医学达得到这种快速吗？不只是状消失喽，而且是什么症也不见喽，症状同时解决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过西医的哈、哦、处理，那看多少时间再来找我们。手部骨折案例。那骨头断多久了？断，那还在痛吗？你把它拆开好不好？2个月不要包了。你现在痛哪里？你先看看，现在这样痛不痛？会哦。好，那来，你站这一边，我站这一边。那能叉腰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还可以，好，那就这样。这里痛不痛？哎，还可以。啊、这里呢、啊？这里就痛了哈、啊。这里呢？这里超痛的哈、啊。这里呢？这里啊、哦，你伤在这里，结果包那里，是吧、啊？这里痛不痛？好、啊，这里还好，好、啊，那就是这里最痛了哈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放这里去。好，这样已经揉好了，快不快？快啊！这个1分钟内没有做好，我也觉得对不起各位。好，这样，来，你再寻找看看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很松了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病不在这里，那干嘛包这里包得那么好看？不要再戴了，知道吗？这一个患者是什么情况下来的呢？是因为他西医固定2个月之后，你看肿有没有消？差不多消了。但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是旋转一直在痛，所以西医再帮他照一次，说：“哎呀，那个骨折以前的地方啊，没有接好，所以才又产生痛，所以叫他再开刀一次，还要开刀。”他妈妈听了吓了，哇，就把他带到基金会来，那叫我帮他。一定要做看啊！那我帮他做完，哎，马上就不痛了。那如果这个赵西医再开刀一次，他的痛会不会好？我问各位，不会好，因为他的痛在这里引起的，他开这里怎么会好？所以我早上不是说吗？他处体伤所引起的症，也就是疼痛、酸麻这一类的，西医没有办法处理。但他只会去找异常处理，那异常又跟症无关啊，所以这个即便固定2个月肿才消，以我们要多久就消了？21天啊，不用到1个月啊。那现在医学都说差不多要1个月，我们因为有温敷，了解吗？喝姜汤，它修复时间自然怎么样？缩短了。那我为了配合，所以我在本处体上说骨折还是要1到3个月，但是配合现代医学写的，以我们在我的看法，还不需要到这样。好，那这样也让大家了解症跟状分开对诊断有没有帮助，非常大的帮助，也不会再误诊，以为啊他肿会生出一个痛，那一直在哎肿既然消了，哎他痛又在，又要在原处怎么样？开刀一次，你看这医学就是误在症跟状完全的混淆，然后再进一步跟异常又再一次的勾在一起，那就更乱了。好，症与状都讲清楚，中医要解决的，我说疾病不外就是症跟什么状，没有其他了。但是中医的到了症跟状没有分的，我们这么清楚就是了。我们是中医进阶版啊，简单讲啊，就把它在那中医要解决的是症状，原始点要解决的是什么？还是症状嘛。所以我说中医跟原始点本来就是一家嘛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处理的都是一样，就是要处理症状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介绍下面的异常。异常，
目视手处可辨身体的异常，如发白、面皱、驼背、高低肩、长短腿、筋结、筋粗、筋粘黏、筋紧绷、骨移位。仪器检测是西医的，那这里是目视还有手处就可以怎样，就可以摸得出来有没有跑掉。那这个异常会不会产生就是症或状？那我们来看两个案例，我们先看再来讲。第一个案例，河南的骨头移位变形案例。我曾经脱臼过，没有接好，现在还是变形的。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啊，您是啊，变形的是吧？好，您站出来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。我三岁就坏了。那现在痛不痛？不痛。所以移位会不会痛？会。如果会痛，他从三岁就要痛到现在，你几岁了？70。哇，要痛70多年，谁还能活得过来？好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你看啊，他三岁就这样摔坏了，变形严不严重？不只看得出来，摸得出来吗？当然也摸得出来，这个眼睛也可以看得到，手也可以触感，也可以触得出来。但是这个异常这么大，跟症或状有没有关？他有没有症跟状？没有啊。第一个，他没有不适感，也没有这样造成他体力虚弱，对吧？所以他非症。那他有没有组织受损？破皮、流血、化脓、皮肤起疹子，有没有这些？也没有，所以它既非症也非状。那我们第一堂就讲老化的异常跟疾病最好的分法，就是如果你不清楚，你先用疾病的定义看它有没有症或状，如果没有，那这个一定是属于怎么样？异常老化嘛。哦，这样很明显，这个是老化的异常败坏现象。那这个还要不要再一次把它弄断再接回去？要不要？不要，因为异常不需要治疗，他已经活得好好，你干嘛还要再帮他让他再痛苦一次？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案例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。脊椎严重侧弯案例。脊椎严重侧弯，身体并无任何不适。从去年12月来到现在，体力也比以前好。刚来的时候去爬捷运楼梯，爬2-3趟就会觉得喘，现在爬8-9趟才会觉得说比较喘。来到基金会之后心情也比以前好，以前会觉得自己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卑。来到基金会之后，看到其他师兄师姐，虽然身体也有毛病，但是都很热心助人。好，这两个案例都可以不止眼睛看得到，可不可以用手摸得出来？完全都可以。但我要表达的是，现在很多的即便自然疗法或中医还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包括学原始点的人。我这么说吧，有些人在按原始点找痛点的时候，然后开始找，哎，上背部揉一揉，哎呀，你这里筋怎么那么粗啊，而且很绷紧，你的问题一定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而这个筋粗或那个异常的硬是不是痛点所在？我们是找痛点哦，而非找异常哦。所以他揉了老半天，哎，说你这里有毛病，我看那个学原始点的才有毛病。你们会不会这样？或许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过很多这样，哎呀，你这个筋粘连呢，哎，你这个筋很细很硬哦，然后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？有哦，你们中医老师说了，我连我都听过，那就代表他已经怎么样学偏了。这个看不出症的病症的来源处，这些异常根本跟这些无关的。
也就是你摸出来的异常。所以很多也是啊，哎呀，这个手腕痛，我帮你摸一摸，哎呀，你这个骨头移位有没有引起的，然后我帮你调整，啪啪，然后说好了，事实上也没好，患者很多又来找我。那这个外面市面上很多这样的案例，我看了太多，这个就是已经走向怎么样，把异常跟疾病怎么样混淆了。而不止这样，你看还有一种叫做整脊疗法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？就是整脊椎的，哦，你哪一椎跑掉，他摸，哎呀，你这里痛，我帮你摸摸看脊椎啊，哦，你这里腰椎第五节跑掉，我帮你调整，然后用几个动作，啪啪，有没有？啊，你颈椎会痛，摸一摸，哎，颈椎刚好第几节歪歪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帮你调整，啪。我告诉你们，偷偷告诉你们，我以前就在搞这个的，我搞到什么程度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我搞到还可以教我。你们像摸到的颈椎第二节，哦，一摸到，那第一节是摸不到了，在枕骨里面。那你摸到的，啊，每一节，好，我们都以前开始练习就是怎么样，三根指头，然后在 脊椎、哦，突出的地方，然后一路摸下来，沿着这样，啊，等于脊椎跟脊突这里，哎，摸下来，啊，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偏离。如果偏离，就说好，你的症状就是由这个引起的，然后就开始调它那一个症状。以前都是这样，那我可以念到什么？你那个颈椎，我要开第几椎，我都开得出来。所以哇，我当时学了这一套，你知道，满心欢喜啊！我说这下子哈，我可能哈很多医疗这些疑难杂症都要来找我了。结果我等了十年，没有人找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真的车祸颈椎真的跑掉了，他也不会来找你，就被西医开刀了。那这一套我认为用在脱臼，脊椎严重的脱臼，真的可以调整回去。啊，像我太太以前就大车祸，那真的颈椎就跑掉了，照出来，他们西医说马上要开刀，他开始没有多久就开始两手发麻。那我跟那个老师就是学这个，他就是整脊很厉害。以前两岸他也到处跑，就是技术非常高超，然后他就当着大家的面用一个姿势，然后啪一声，哇，我太太骨头就颈椎啊就弹回去，就那一声让我完全跟他这样学十年。所以我常常在笑我自己，你们哦，现在要开哪一椎可以来找我，绝对没问题。那颈椎的脱臼哦，我这里还有功夫，那个学会了就不会忘记了，那个都有固定的姿势。但开颈椎非常危险，你只要没有舒缓或角度不对，一下子就把人家拉伤了。那我笑称自己是什么，就好像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个人，古代的人哦，他就是听说有一招叫做堵龙之术，能够宰龙的，然后他就把家里的所有钱当作学费跟他学，那个老师也倾囊相授，哇，他最后学会了之后，他很高兴，然后就回来准备好好大展身手，结果等了好多年也等不到一条龙，那跟我学的，所以我笑称我自己这一套叫做什么？学了一套堵龙之术，但到现在还没有发挥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在飙飙啊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用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是摸骨头哦，说你哪一椎啊，你那里痛是由哪里引起的？事实上没有效的。有时候刚调整完是有效啊，稍微舒缓一下，但很快又会崩回来。事实上还是我们讲的，你把开关找出来，还是要热源进去，这样才能打根子。那你看这些，我们一讲就很多，这个都走向什么异常去了。那你再深层一点，这些还好，是眼睛看得到，手触摸得到，都会走偏。那西医的问题，那个异常就更多了。